我真很开心很特然的接到这任务。我在电影来讲已经是我有四十年了，有一次参加到这个电影节的工作，我非常开心，但是我又怕我自己不足，所以我就觉得大会给我这个顾问这个职涵，我觉得好像我怕我自己达不到我要做的事情，只要电影这两个字需要我做什么的话我都会做的。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应该学的很多，怎么样支持电影，我只能够说我自己可以尽量用我一份力量去做这件事情。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人联展记得来啊，请支持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人联展。